姐姐你好年轻，我好年轻，14岁。哇，不是吧？我有一次我是做领队的，但是我移民过去的，跟他结婚。然后我是哪里的？是广州。然后我有带过一个读那个什么硕士，甚至是叫硕士，这个他还读英文系的。结果我带他出去，他在酒店里面都跟前台都沟通不了几句，好惨啊！我就不喜欢那里，就是太人多，竞争比较大嘛。你大城市肯定竞争比较大啦，你找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在美国，这些小的城市都比这种好。就跑去小城市，我就问朋友啊什么，就找到他住的那个小城市去，结果有很多的广州人、台山的那种，因为那个是华侨之乡啊，都来住台山人，就会讲普通话。那美国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有他们那些居民？就像我们那里就没有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有两个中国地，就是专卖中国东西啊，吃的什么。感觉会不会在印象看？有那店觉得很亲切，那等刚开始你看到你会觉得很亲切的，你刚来的时候，后来你只要你去读书读一半年啊，这样子你就会很习惯那里。我都觉得没来过，这里太多人了，这样子好在一起，这样子你在那边就比较亲近。我看他们去那边，我们那种学校读一年才10万块，只要你去考，他不是考托福啊，他就是要你一个。